2003年4月19日，余安安和李曼琪离婚。2003年，余安安向李曼琪提出离婚。安安表示，在决定之前经历了一年多反反复复、忐忐忑忑的日子，过程很辛苦，体重都急跌了十几磅。在4月19日出版的《明州》，安安详述离婚原因。他坦言，自细在一个破碎家庭长大，十几岁父母就分开，我渴望有一个健康家庭，所以好不想走到这一步。安安将家庭看得很重，所以下这个决定要有很大的勇气。2002年8月，李曼琪被申请破产，虽然孑然一身，但安安依然挺身支持，一起挨过难关。令到安安心死的原因，她坦诚是女人最不可以忍受的事情。过去两年，有关丈夫的绯闻不绝于耳，在最坏的日子，安安会找好朋友倾诉，舒缓情绪。自离婚后，余安安复出影坛，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女，如今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长女于2016年结婚，安安在2021年荣升外婆，越活越精彩。